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张美官，欢迎收看今仔日八月二十九号的南投新闻。南投县长林明进二十九号下晡伫党籍立委、县议员、甲乡镇市长以及大批的支持者陪同之下，做过成功三位回来登记参选后一届县长。县长除了希望继续记住观光首都为发展的重点，也提出五大园区、青年主体、幼儿托育中心等等的政策来增加就业机会，也为少年人营造更加好的生活环境，进一步会当带动南投县的发展。黎明真斗帅，黎明真斗帅，明真明真黎明真斗帅斗帅斗帅。大家大声喊着当选，反对林明进。今仔日伫大批国民党支持者的陪同下，做回来到选委会登记参选下一届县长。不管透早，不管半暝，伊拢要搁伫真侪所在啊，进入咱每一个角落伫行踏。啊，因为伊就是希望讲会使接近每一位选民，会使行到咱每一个角落，了解咱的需求。这款好的县长，相信咱一定爱给伊搁较悬的支持，爱给伊搁较侪选票。啊，伊会当讲伊的施政的满意度也好，也是咱所有乡亲对着咱县长的肯定，这拢是正面的。咱嘛希望讲，拄则咱文君讲的，咱袂当希望讲创造一个上悬的纪录。顶届县长伫咱即届国民党上届危险的时阵咧，县长阵是选赢五千多票，但咱即届就希望讲，咱会当以五万票起跳，大家有信心无？有、哦。来完成登记啊！哈。县长林明进三年过来，打过全关200多条野溪，500多条乡间道路，更是第一个负负责减少，福利煞持续增加的县长。这款施政风格也得到国民肯定，近一两年的各项民调都是中部第一，国民幸福感更提升到全国第三。对于我们整个南投县的经济、青年的就业问题，还有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的销售等等啊。我们都会以最大的努力让我们南投县的这些农特产、观光，还有青年就业等等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开创，让南投县有新的明天，有新的未来，让南投县的年轻人都能够居住在留在我们南投县。自本月31日止，在南投县选举委员会及各乡镇市公所受理候选人领取表件及申请登记，请有意愿参选之参选人本人或委托他人，在候选人登记期间内携带应备的表件及保证金，向各受理登记的机关完成登记。林明进提出的六大政见重点，包括五大园区、教育、经济、青年主体、老人跟囡仔的社福照顾，六大观光新亮点等，若是认真了后，伊将会朝向这目标来努力，带动南投县持续进步。记者陈世昌报道。